大家好，我是李敏儿，好久不见。谢谢。厉害啊！啊，都知道他的中文很强大哈。不过今天因为有很多专业的一些名词，也许下稍后请他不要那么有压力，也可以用韩文交流没有关系啊。谢谢。对。啊，尽量没有关系，不然翻译就白请了，所以还是要用。想想是乐视的，所以我很开心。平常就喜欢吃乐视，所以很开心。我们在第一晚里的时候，我想这个时候就出去陪我们的时候，就过两年呗。워낙에춤을많이추는활동을해서그런지크게어려움은없었던것같아요많은분들이춤추는모습을좋아해주시더라고요그래서좋았습니다因为现场有很多就是跳舞的动作嘛，所以呢，他就在现场边学边跳这样子。可是可能之前也是有就是活动的时候啊，有常跳舞什么的嘛，所以呢，其实不对他来说不是太难。那在现场还蛮多人就是还蛮喜欢的这样。是，刚刚我一上台就位。那边就传出了笑声，请问你在笑什么？我刚跳的还可以吗？啊，你的跳很棒、你这句中文很棒，不是要跟你东施效颦学习，跟女神学习哈。不过这次我们有三种口味大系列，你看有这个酸辣沙沙酱味啊，酸辣烤海苔味啊，或者是鸡辣青红椒味，你喜欢哪一种？有没有什么吃完的感想可以跟大家分享？三个都是很好吃，就我觉得，最辣的青红椒，很뭐라고해야되지굉장히매운고추를볶은맛이어서굉장히맛있는기분좋은매운맛되신것같아요是把辣的辣椒就是炒起来的那种味道，所以呢是非常让人心情愉快的一个辣味。对，就是用新辣椒磨的，把它炒出来的那个辣味。可是我吃过，它真的很辣耶，你受得了？对，没问题。没问题。哇，厉害呀！好吃，好吃啊！那海苔味，韩国人很喜欢吃烤海苔，这个应该也是你很喜欢的一种味道，对不对？啊，喜欢。이것도매운맛이조금있어요근데김맛이랑같이어우러져서좀새로운느낌의매운맛인것같아요많은분들이맛있게먹을수있을것같아요海苔的话也是一样，也有辣味的。然后呢，因为跟那个辣味跟海苔味就是融合在一起，然后是一个让它感觉就是非常新鲜的一个辣味，是感觉好像就是很多人会喜欢的一个辣味。哇，太好！那这个酸辣沙沙酱味要不要讲一下？不然今天戒指会结束之后，这两种销量爬起来，那个就尴尬了。所以你也要推荐一下酸辣沙沙酱味。酸辣沙沙酱呢，一定要跟朋友一起吃的。对，哎，好吃，好吃。我觉得沙沙酱真的好吃，真的好吃。所以三种都要买，对不对？都好吃，好难取舍啊！一次买三包回家，对不对？对尤其是刚才我在休息室，你在休息室的时候也，我三个都。打开来吃，打开吃了，是，一定要的哈、你现在身上这包也可以打开来吃啊，都是一些棉花。No， 停，你还真的嘞。好，今天呢来到这里呢，既然大家都知道他的中文能力很好，应该也有些人是第一次看到，真的是好厉害，先掌声给他拍拍手一下，这个气势如何？太强大，每次跟他聊天都觉得很精彩，但是人要不断的学习，所以今天呢。不好意思，润文，我要教你几句闽南语，你可以吗？好，你愿意学习一下吗？好不好？因为这三种口味呢各有千秋啊、比如说像这个辣的，就是咱打一个啊，就香的，就香的，王博士，就香，就香的，加一点表情，就香的，就香的，很好，很厉害，现学现卖。很棒很棒，再来一句好不好？就像你
啊，不是另外一句了。OK， 你这个 OK 了，就他们已经 OK 了。好，这个吃乐事呢，会有一种状况，你就一片接一片。我们常讲说，哎呦，就刷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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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盲目的粉丝，根本就不像。可以吗？这样也可以啊。好，再一次，就刷嘴耶，就刷嘴耶，可以，厉害，非常优秀。要不要再一句？要不要再一句？啊，再一句好不好？好，那最后就讲说，好好吃哦，因为这三包都好好吃哦，就好吃耶，就好吃耶，这个好，这个厉害，厉害，对对对，这个很棒，就好吃耶。哦，好棒，那现学现卖。好，来三句自己 repeat 一次。就香梅，就香梅，就上水锤，就上锤，就户家，就户家。可以可以可以，你已经是韩国艺人最厉害的，你赶紧放心。真的吗？加油加油，对，辛苦。